不过我的是也因为买比较那个个颜色，也有个掺中个掺反咯。就买个那种深色的，就是都会怎么样的？医生都讲过，特别是你新出来萝卜啊、辣椒的啊，就嗰啲菜特别多细菌的嘛。尽量唔好食。系啊，我都唔食啊。我细佬同佢老婆去北京玩，我妈话唔去，所以佢唔使开工啊，北京玩啊。佢啲工可以休息。你好啊，即系四个细佬系嘛？嗯。我先回啊。